呢一幕沈欣怡同陈欣妍着住三点式跑衫，相信大家都唔会忘记。但系可惜，一切只系愚人节嘅恶作剧。不过日前 Viu TV 就上载了另一条花絮宣传片，片中都有不少福利的，例如陈欣妍穿着比基尼在阳光底下的沙滩奔跑画面，希望这些福利陆续有来啦。打开香港零一 App， 即刻按下面零一 TV 粒掣，再按上面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来啊，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